刚才说那个哈，就是说口苦，苦，热变之味，是不是？是不是？所以的话呢，一般来讲，口苦是有热，有热内热都会出现口苦。但是在哪个肝，在哪个脏腑呢？这就需要看它的一些伴随症状，知道吧？因为记住，苦是热变之味，是吧？你要看一下胃。五味、五色、五声、五音，还有呢，哎，这个五脏、五行，他们是有那个的，是不是？是不是？啊，这个是根据五行的这种分配的，好吧？时时要记住阴阳五行。五行学说在我们中医当中的使用是很厉害的，啊，很厉害的。而且的话呢，您在解释一些现象的时候要用到这些啊，要用到这些。下面呢我们来讲新的课啊，讲新的课，气血津液病变。气血津液病变就是气血津液的输布生成发生障碍，是不是啊？发生障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发生障碍的话呢，它就产生一系列的病变，是不是产生一系列的病变？比如说气机不畅，气的升降出入失常，就是今天要讲的第一个病，郁症。啊，郁症。那么血的异常的话呢，血的运行异常的话呢，就会怎么样啊？血症。津液停聚，为什么？为痰饮，是不是？津液亏损的话呢，它就会消渴，对不对？会消渴，所以呢，在这里头都是跟津液它的输布代谢出现异常，啊，出现异常。那第一个呢是气机异常的病，叫郁症，叫郁症。在讲郁症之前的话呢，这个病跟什么有关系，或者会表现什么？这个人这个病多不多见？哪些人会有？哎，先看一下，先看几张图片，他是谁？认识吗？知道他有什么问题吗？那么他最早出现的问题是什么？他最早出现的就是失眠，睡不着，是不是？开始是这样，完了之后呢，最后他坦诚他得了什么病啊？抑郁症，是吧？得了抑郁症的话呢，您看在开始的时候，你们可能没有从开始说那个啊，实话实说的那个节目的话呢，可能不是一开始看，才开始他主持的时候怎么样啊？他的脸色表情和他最近就是刚刚他发生问题的时候出来的那段时间的那个表情怎么样？他主持的时候经常怎么样？眉头坐着，是不是？好，眉头坐着，你去看他的表情问题。第二个呢，还发生一个事，现在呢放电视连续剧手机，是不是？以前的话呢有一部电影叫手机，手机有个节目有一说一连手一，是不是？好，但是这个手机的那个节目曾经惹发一个什么事件呢？崔永阳在媒体上大发雷霆，为什么？这就是他内心不平静，会发生一个什么呀？随时容易被激惹。按照这种情况来讲，你搞这个艺术的人，搞文化的人，这个文化宣传的人，知道这个演示作品，你再怎么样，虽然说有演示，你都不要对号入座，是不是？以前的话都是本故事纯属虚构，若有雷同，且不对号入座，是不是？哎，现在您自己的话来，哎，有一个类似的节目，是不是？你完了之后，你就跳出来跟他就说啊，你这是掩饰了你是不是叫做对号入座呀？所以你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就是说，他内心的出现的问题，导致他判断问题，或者是其他的出现一种容易激惹，啊，跟人家发生矛盾冲突，啊。这是小崔，是不是？啊，当然，这是一个戏谑之言，哈。
年龄比我们比你们肯定大多了，是不是啊？叫崔叔都不过不为过，是不是啊？嗯，他是谁？专门搞什么的？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是不是？你知道为我们带来快乐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恼火着了，是不是？他恼火着呢。为什么呀？要为全世界人带来欢乐，压力大不大？压力很大，所以他恼火着，是不是？所以你不要看他表面的话呢，他都表演什么，是不是？好，完了之后的话呢，他事实上在镜头底下外面，他承受着很多我们没有看到的，但是我们一说的话能够体会得到，或者能够想象得到他有多恼火，是不是？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在盯着他？他要给全世界的人很多人带来欢乐，是不是？但是这种欢乐是什么呢？以他的滑稽的表演，是不是？这种滑稽的表演不是随时都可以来的，对不对？啊，所以憨的他是谁不太清楚，是不是？啊，不太清楚。麦考利金，麦考利金，是不是？好，麦考利金谁呢？好莱坞的影星，而且很有名的，是吧？很有名的，对不对？他有什么问题后面还会讲的，是吧？后面还会讲的。为什么呢？物质滥用，物质滥用的人不是说有什么，他总是有问题，因为他要缓解一些问题啊。他是什么名字以后，是不是？他不是名字有吗？我叫名字那里有，是不是？图片上打出了名字，啊，图片上打出了名字。他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知道，是不是？那么，其他的几个人还活着，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这样那样的痛苦，而他的话呢，我们没有听到他有什么痛苦的时候，人已经没了，是不是？这就是这个病最严重的问题。什么最严重？就是这种人在没有死亡之前很严重。什么很严重？一个病的严重程度是什么？对他的生命，对他的生命构不构成危险，是不是？我们讲，哎，医生重不重？他可能这种病的话呢，将来的话都会问你，哎呀，我的病很严重。严重不严重谁说了算？不是他说了算，不是你说了算，根据他的症状来提示。他的症状表现是什么？对他的生命构不构成影响？哎呀，医生啊，我好恼火啊，那怎么样啊，日子过不下去了。行，过不下去了以后你准备咋办？他讲有些事我死了算了，是不是？这种叫什么呀？叫自杀观念，知道吧？这叫做自杀观念。那么自杀观念呢，这种呢偶尔想着，这就是属于什么呀？比较重的。但是更严重的是什么？不断涌现，我要怎么死，怎么死掉就好一些，不断涌现。有这种念头是看不到的呀，知道吧？所以看不到的话呢，我们对这个病的话呢，最严重的是什么？就掩藏在后面的那个死了还要好一些，这种感觉这是最可怕的，知道吧？要引起重视的。好，下面呢我们来看概述部分。好，概述部分，疾病的概念。好，疾病的概念，抑郁症它的疾病概念是由于情志不舒，气机瘀滞所致，以心情抑郁，情绪不宁，胸部满闷，胸胁胀痛，或者易怒喜哭，或者咽中如有异物梗塞等症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类病症。说
书本上讲这个病症的话呢，讲了三层意思。第一个，心情抑郁，情绪不宁，胸部满脉，心内胀痛，这是一类。第二类的这是什么呢？易怒喜哭。第三类的是什么？咽中如有异物梗塞。老觉得这里头有个痰，这是最常见的，是不是？这个痰的话呢，当然有很多不恰当的一些认识，特别是现在的影视作品当中，或者是有些广告当中，大家都知道啊，在讲啊，在讲这个病的鉴别的时候，会给你详细讲的。就是它有三层，啊，就是后面这两个的话呢，有特殊性，一怒喜哭，咽中如有异物梗塞，这是一种特异性的一种症状，啊，特异性的一种症状，啊。这里头的话呢，就跟我们在讲其他的病症的时候，也就是一个病症讲了三层意思的，是不是啊？三层意思的，比如讲的话呢，比如说便秘，那怎么样啊？排便困难，大便干结，是不是？或者的话呢，大便次数的话呢，怎么样啊？排便的周期延长，它有三层意思，每一层它都是，对不对？好。那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是阳痿。阳痿是什么？阳痿不举，举而不坚，坚而不久，三层意思，是不是？三种过程，每一种随便哪一种它都是，随便哪一个过程它都是这个病症。那么关于这个病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它有几层意思，是不是？每一层意思，它这个意思是并列的，随便有一个都算，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他们可不可能合在一块？可以出现在一块，可以出现在一块啊。这是关于疾病的概念，关于病名郁。郁指的是忧郁，郁有积赤运，它的本意赤而不通，色而不畅，色而不流，不得发悦，这样一个特点啊，这样一个特点。王安道他的《医笺素回节》他这样说的：凡病之起也，多由于郁，郁者赤而不通之意啊，郁者赤而不通。那关于中医的郁，从他的这个病名开始，关于这个名称开始啊，或者用这个词开始，他就到现在为止有两层意思。就是中医来讲呢，关于一个病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郁就是包括外邪情志这些所有的因素与此不同。狭义的郁指的就是情志之郁，狭义的郁指的就是情志之郁啊。那么郁症的话呢，特别是明代以后以郁症来命名的这个病名，一般来讲指的就是狭义之郁啊，狭义之郁。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看这个郁症。郁症在内经当中，它是属于应气学说的气候异常的变化，有木、火、土、金、水五气之郁。情志病它是有没有论述呢？有，但是不是以郁来命名，对吧？不是以郁来命名。那么《九通论》当中，他认为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流而不行。思则气结，就这么一句话啊，思则气结。而灵枢本身它就是人忧愁思虑伤心，是不是啊？忧愁思虑伤心，人或愤怒气逆上而不下，伤肝，对吧？啊，愤怒伤肝啊。这个时候呢，他就讲有这些病啊，我们到时候还会说的，对不对啊？金匮要略讲了脏脏
梅和气两种病症。这两种病症的话呢，归属于郁症，就是郁症当中的两种特别的那两种症型，是不是？一个悲伤欲哭，是不是？叫做一怒喜哭，这就是脏燥。为什么叫脏燥呢？脏指心脏，燥呢？躁动，躁扰不宁，是吧？躁扰不宁，所以这个病人的话呢，他就心生不安那一类，因此他就有一怒喜哭的特点。好，有一怒喜哭的特点，它是一种心生混乱之表现。啊，心生混乱之表现。第二个呢，叫梅和气，梅和梅子和。梅子核怎么样啊？吞的时候是不是不舒服？好，那个核的话呢，卡在这个地方。但是的话呢，如果是咽的东西卡在这里，疼不疼？卡在这里肯定疼，不通上，而且能够感觉得到，你要吞或者吐，都有一点可以做得到。但是这是一个气，怎么样啊？它没有卡住的感觉，它老在这里堵塞，在这里不通畅。但是呢，吞能吞得下吗？吞不下。吐能吐得出来吗？吐不出来，因为它是一个气，没有东西，没有食物。但是呢，它就像一个梅子核一样。为什么梅子的话呢比较小，是不是卡的不是非常厉害？如果是桃核的话呢，怎么样啊？那可能卡的气都出不来了，是不是？所以梅子的话呢很小一点点，所以卡在那里的话呢好像影响也不大，但是呢就是不舒服，知道吧？卡在那里不舒服啊，这是个气，所以呢它吞不下也卡不出来，所以他也认为这个地方的话呢如有滞了。如有滞了是什么呢？好像卡了一颗拉漏在这里头，是不是啊？他是这样的来说啊。啊，这是一个梅和气表现，哈、啊，梅和气表现，这是两种特殊的啊，两种特殊的。在这里头的话呢，妇人脏燥，喜悲伤欲哭，像如神灵所作。就像那哪种呢？现在的话叫做跳大神的，是不是？古代的话呢是什么？属于祝由啊那一类，是不是？祝由那一类。啊，搞巫术的就是巫婆干的事情。巫婆干的事情怎么样啊？跳大神的时候是不是又哭又闹又笑的，是不是？啊，所以像如神灵所作，朔庆生啊，朔庆生甘脉大澡堂主治。夫人阴中如有滞了，半夏荷补丹主治。这是金匮要略的特点。诸病源和论称为节气啊，当西心法有六欲，六欲的话呢，它这个时候将郁症作为一个专篇来命名，然后强调气血郁滞是郁症的重要的病理，就是气血郁滞啊。大家气血充和万病不生，一有夫郁诸病生也啊，就是气血充和。因此的话呢，中医的话您看特别强调的什么呀？调畅气机，调和气血啊，调畅气血啊。在这里头他提出六欲，哪六欲呢？气血痰火食湿，是不是啊？这个的话呢他提出了很著名的第一个是六欲汤，我们记得到的学过的是什么？越橘王啊，记得到的就是越橘王啊。那么汪道医兼素未解，他就有五欲论，是不是？情志之郁症啊，可以用五蕴异常所致的这种郁症治法，是不是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可以有达之、发之、夺之、泄之、折之，对不对？有各种方法，就看你怎么用，但是也不是说随便用，它是有道理的。
啊，它是有道理的啊。医学症状首先采用郁症这一个病症名称啊，首先采用郁症这一个病症名称。解约全书首先论述，着重论述怒、思、忧这些特点。怒、思、忧跟不同的脏腑有关系，跟不同的心理特点有关系，是不是？跟不同的心理特点有关系，那么他们都能出现忧症。因此这个时候现代的名词用的是抑郁症而不是忧郁症，是不是？不是忧郁症。抑郁症和忧郁它是还是有一些内涵和外延方面的差异，对不对？包含不同啊，包含不同。只是关于为什么现在的这种采用的这种名称，就是有怒、有思、有忧这些方面都会出现我们中医所讲的郁症啊，郁症。临战指南一样采用了很多个病例，都是属于情志之郁啊，它的治疗法则也比较广，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啊，大家可以参照一下。还有一个的话呢，特别提出一个常在病者能够移情易性啊，移情易性。我们讲这个人的话呢，苦练之中该怎么样啊，要给他转练出来，是不是？当然最不好的叫做移情别恋，是不是啊？叫移情别恋啊，完全认，那就是活血化瘀治法的提出，对郁症的治疗非常好啊。所以您看他有些人他说用一剂而愈，用一剂而愈。对于很多的话呢，他就是说关于血府逐瘀汤调下出现那些症状他都能治，那些症状是什么呀？现在啊，医学家特别是搞精神病学或者神经病学的那些，但是这个不就是神经症吗？哪个病会出现那么多呢？只有神经症。所以的话呢，哎，血府逐瘀汤那是治疗郁症的很好的一个方剂啊，很好的一个方剂。疾病的特点我们看一看，第一个，不同的年龄阶层都可以看到。那小孩子没事，小孩子不会有啊。我跟你说，别说小孩子没有，没看到那个网络上传了一个照片上来，有一个孩子，是不是东南亚的？这个孩子怎么样啊？才几岁他就非得要抽烟，不抽烟的话呢，一天的话呢抽一两包烟，不给他抽怎么样啊，他就闹，闹得来好像是死去活来的，那成阴阴眼啊，就是闹，就是不给他的话他有些东西会有，就是小孩子的他会某种情况他总是会存在。你不要看小孩子，什么小孩子最容易出现呢？离开妈妈的孩子。这小孩你去看，如果说哪个法官会把那个6岁以下的孩子判给父亲，这东西都是不可思议的。老外去争夺孩子，他都要判给妈妈抚养，除非是妈妈有问题，实在是不适合，他要给其他的家庭给妈妈养。为什么？他对妈妈的那种依恋在小时候是肯定存在的。这里头的话呢，要注意的就是一个发展心理学问题。你不要想，哎，爷爷奶奶带好带，是不是？爷爷奶奶是一个观念问题，更多的一个，他有个天性，他对这种亲性的这种天性的是存在的，我们只是搞不懂而已。
就像小孩子的梦一样的。现在的话呢，认为刚刚生下来的孩子都有梦见，只不过您不知道他所梦的是什么而已，你不清楚而已啊。有些时候的话呢，我们会了解，我们都奉劝年轻的父母，有些时候都讲，哎呀，我现在轻松了，我把孩子送给他爷爷奶奶去了。我讲要不得，你最好把他接回来。为什么？你忙，房子紧张，你把你父母请上来，你是租房子或者怎么样，让他给你带孩子都行，但是孩子不能离你太远啊，至少来说下了班你能够带着孩子啊，能够带着孩子，否则的话现在没问题，将来问题大着呢。为什么呢？发展心理学问题就在存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几岁有一个阶层，这个阶层他必须要完成，没有完成怎么样，他停在那个地方不动，然后的话呢下一个他要继续去完成，那么这个没有完成以后怎么样啊，他就留下一个阴影，这种阴影到了将来会怎么样，在成年的时候改头换面，就像老外的万圣节戴着假面具出来了，你都搞不懂是怎么回事，这是现代心理学的问题。那么将来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有一个病就是郁症，其现代医学抑郁症范围或者是焦虑等等这些方面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不同的年龄阶层都看到小孩子都有。我们就医的时候注意到的，我注意到的第一个孩子有问题，11岁啊，应该像是8岁到9岁的那个孩子，疫病性的啊，是一个疫病性的瘫痪，疫病性瘫痪。为什么？跟同学发生纠纷，推了他一下，磕了一下，他那个脚就抬不起来了，是不是？那个脚抬不起来了，这疫病性瘫痪，9岁。那么第一个病人的话呢，是11岁的孩子，怎么样啊？肢体正常，肢体正常怎么样啊？原来是他父母是离婚的，啊，只要他一生病，妈妈就过来了，他跟着父亲生活，父亲的话呢，因为忙没理他，能导致长得胖，11岁比我还要重，对不对啊？11岁比我接管他的时候，那个时候还要重，11岁，啊，那个时候的话呢，他就有一个经常就是疼。有一次的话呢，我去查房的时候，下午上班，一看，什么事都没有，他就躺在那里的，因为他的床是背向着，他是一张家床，背向着门口。我走路的那天的话呢，穿了一双鞋的话呢是双布鞋，那个布鞋呢很轻便，软底子，没有声音，他没听到。我看的话呢很好，我就刚过去，我就想那个的时候，我就想喊他的，看他的时候呢，我突然一看，哎，没等，我就没开枪，我就站在门口的话，躲在旁边的话看了很久，确实一点都没有。但是另外一个医生一喊我的时候，有一个声音，我一站他就讲，哎，知道我是管他的医生，他就一看的时候怎么样啊，那个手就拿头起来了啊，这就我立马就觉得平常间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在查呀，这个是这种年龄跟什么遗传啊代谢呀，就查呀，查了一大堆，什么都没有，是吧？什么都没有啊。完了之后的话呢，这样一看，案件的是他一个人的事，什么事都没发生，而且不是一会儿的事，而是很久啊。然后就去查他的那个，就查他的那个家里头的这种跟心里头有关系的这种，然后呢一问，整个一个情况就出来了，啊，出来了以后的话呢，就把他打电话，让他父亲打电话，就问他家里头的情况。一般来讲，我们很少问他家里情况，然后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把他妈妈带过来了，然后过一段时间，这个孩子就接受去出院了，是不是？他妈妈上来了以后没多久就好了，啊，他妈妈上来就没多久好了。所以不同的年龄阶层，你不要看现在小孩子看得到，现在很多小孩子头昏头痛，读书出来。为什么？学习压力大，
是压力管理的问题。第二个，女性比男性多，这是肯定的。为什么？不同的生理构造，不同的情感因素，多方面的。注意啊，女性是比男性多，男性有没有？啊，男性有啊，男性有。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呢，遇到的第一个男性是个本来是在单位上很好的，后来的话呢因为改制的情况下岗了，是不是？下岗了以后呢失去工作，40多岁的男人住院的话呢，在问到这些不舒服的时候，问着问着怎么样啊，掩面而哭啊，是不是？40多岁的男性掩面而哭。你讲一下，一般来讲在中国的那种文化传统当中，男儿有泪不轻弹，是不是？好，所以这是一个特点，这是一个特点啊。第二一个，第三一个，不同的文化层次，不同的社会地位，还有不同的生活状况，不同的职业，他的症状表现会不一样，但是他的实际情况都是一个病，都是一个病，知道吧？都是一个病。但是来讲呢，他的主诉不一样。比如说学生孩子怎么样啊，他用脑要多一些，所以呢他说的更多的是什么？头痛、头昏。为什么？我脑袋都痛，我学习还怎么样啊？是不是不能啊？对不对？啊，头痛头昏，这是学生要多一些。工作的人应该怎么样啊？应该保存体力。保存体力的话呢，是不是休息要好？什么休息最好？睡觉。睡眠是休息最好的。所以病人的话呢怎么样啊？失眠，是不是睡不好？对不对？这是他的一个特点。那么农村里头的人来讲，什么时候哪种情况让他要看病，知道什么是病，哪个地方痛，是不是？你讲哎呀我没力气，没力气你钻的，是不是？对不对？你懒你说没力气，我说痛就没事了吧，一痛啊，哪个地方痛，大家都紧张，痛啊，痛就要去看我，是不是？痛好恼火啊，是不是？好，所以的话呢，他一般来讲是这里痛那里痛要多一些。最常见的痛是什么呀？你要做事，胃痛就影响吃东西，哎呀我痛吃不下，吃不下怎么办？你要做事啊，你要做体力活啊，不吃东西怎么成啊？没吃东西，那行，你刚才都没吃，体力活就少做一点吧，是不是顺理成章？所以他的这种说法是不一样的啊，是这种是不一样的啊。再一个呢，这个病可以单独存在，还可以呢跟其他的病合并存在。怕的是什么呀？跟其他病合并存在吧。跟其他病合并存在的时候，就是掩盖了其他病症的时候，祸是不是很重啊？祸很大的话，中医怎么讲说讲的啊？这个叫做祸不旋踵。我们就碰到好几例这种情况，他不舒服啊，他痛啊，但是就差点把肠子放出来，再放出来去找了，能想到的招数，能做的检查都做了，甚至的话呢，发现的话呢是什么呢？他病了那么长时间，如果是恶性肿瘤的话，他会不会播散？然后 PET 给他做了，看看有没有播散，恶性肿瘤会不会播散？没事啊。我们要既然查不到的话，什么都查不到，那就是按什么呀？按慢性疼痛是个抑郁等位，是不是？一个眼睛性抑郁，是个躯体障碍，
给他治疗啊。治疗过程当中发现有问题，有问题病人不愿意再查，到了最后的话一个月之后告诉他你自己要出院，是不是现在有问题，这种问题需要继续复查，他就好嘛。一个月之后怎么样啊，一复查没对，是不是没对的话继续一查肿瘤呢，而且是晚期，晚期，而且是就是说晚期的话呢，他应该到处拨上，为什么什么都没有查了的那个的都查不到，就那么怪。所以有些时候在其他继发于其他疾病的时候，有些时候你找不到，知道吧，这是很怪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是什么，你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我给你做到什么，能不能检查会不会有其他的话呢，吃了药先边吃药边观察，现在的话呢哪些东西还需要复查，对不对。好，所以在这个方面是很麻烦的事情，就是合并其他的情况共同出现，好吧。哎，我们休息一下啊，待会儿接着讲啊。